而说到了这经济冲击，在昨天台股重挫了有285点，这市值一天就蒸发了有9500亿元。分析师认为，可能是投资人有点反应过度了，像昨天这样子就跌掉了一个宏达电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还是提醒投资人小心谨慎来投资。